啊！你丈夫十年前就被我斩杀了。听说他做了弑神犯禁，冤枉肯定会找他索命的。我要神童罗。幽鬼啊！幽鬼！幽鬼啊！说着破了禁忌，还会有魔鬼还魂讨债。你看那些人在干嘛？那不是一个，怎么会遇到鬼差呢？快三刻过了，怎么还有鬼差？那个地方可销户了。不好，今日正是鬼节。古树。今日的斩刑可是宁夏的令。